跟你过年有关系，你的好朋友车震东的牵手绯闻吗？就大家开心喝酒啊，开心喝酒。就是我如果我出去喝酒啊，一群朋友，我也会牵我姐啊，其实对，对吧？对，哎，来来，走，我们去下一趟。走，下一趟，下一趟。来，应该是对，就是牵，就是这样。他们两个是透过你认识的，是吧？介绍吧，共同朋友可以。是。算是吧，因为他们之前好像没那么熟吧，就可能只是节目或者是偶然的遇见。我记得应该是不是也是牛车的庆功宴，还是某一次结束，我们有也是有一起聚餐喝酒。所以是介绍人？没有说，哎，这是安心雅，这是柯震东，你们要认识一下吗？没有，我不是这样，就是大家吃饭就认识了。觉得这一对有可能吗？我是不知道可不可能啊，但是如果真的在一起，我也是开心啊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